起码能够看下面这句哈，看下面这句，下面这句就是仁义明尊重，说明到这个尊重啊。起码来哈，很贵，我这本是274啊哈，下尾啊，若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五百多后，灵切为一人说，法华经乃至一句。当地是人即如来树，如来所见，行如来树，何妨五大将中讲为人说安尼？这个我白话先讲一下，伊讲，即马唔得甲药王菩萨讲，讲那是有善男子、善女人。这两句话我甲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善女人甲善男子的佛教中有修改的人，才会当称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安怎样吼？佛教中有真正去修改、改行落实的人，安那叫做善男子、善女人哦。安了解吼，就是在家优婆塞甲优婆夷啊 ，BQ BQ 尼、三米三米尼，就是改的故障。最主要咱会记住哦，迄、那个我改唔通无故障哈，我改哈。即马来甲讲吼，我若灭道了，灭道就讲佛道涅槃了后，那会当偷偷去插来偷偷讲讲，讲讲啥呢？讲即个法华经的一句就好啊，一句就好。吼、哦。你即马你唔得安尼念安尼听，啊听到你家你若会拄吼，拄啊真重节，啊家讲一句话安尼，吼、哦，我即马甲恁讲讲到一句话，你家讲一下。人《法华经》内底有讲安尼哦，讲即个世间的罪恶人真济哦。佛陀讲，若是愿意唔肯去别个国土净土人，吼、哦，无去别个净土。啊，无去天上享乐，这个人吼、哦，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是大慈大悲无量无边啊！你敢来甲讲一句话就好，然后针对那个要求净土的人，你甲讲一句话就好，安、啊、了解哦？因咱这个娑婆世界是罪恶的世界，啊，你大家拢要去流酸去，看这个国土什么人要动，在众生什么人要动，哈、哦？爱注意这点嘛，所以咱即马就讲，已经有读到这个《法华经》的佛陀已经跟咱讲安尼样，所以因佛陀甲讲，你若是要留大家度众生，要互你真经成佛安尼，安尼唔该度众生，唔该济，所以咱即爱有一个啥菩萨团体起来，吼、哦，一个对，一个对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较对哈。伊讲这个人哦，伊讲讲偷偷讲讲《法华经》一句安就好啊。伊讲这个人就是佛陀。甲伊切开呢，就是佛陀的书架的掉。佛陀书架怎样吼？吼、哦，就是佛陀所欠欠的讲，叫伊去做安尼。伊讲安尼哦吼，所以行如来书来做佛陀救度众生这个工作，这个叫做如来书。何妨呢吼？在大众中会当广为人传，你家想看嘛？安尼看功德加偌大。安尼应该讲起来，会当讲妙法莲华经的人啊，伊绝对有相当的力量，绝对有古种无量劫以来，伊的迄款功德力安尼。啊、哦，所以即马伊就讲，你干那去讲讲一句妙法莲华经，安尼尔功德就接到如来天数里啊，何妨在大众中会当讲为人算？哈、哦，爱做这点嘛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所在就讲，解说上讲，迄、那个个就是这个所在就给讲佛属于作这个业安尼。哦，解说中就讲做这个业，做这个啥呢？说这个妙法莲华经的一句的业。哦，这个工作啦哈。所以切说处境就是行如来书，就是佛陀所属也。好、哦，也就是切欠你的。切欠伊共讲，讲阿里共讲一句经，讲妙法莲华经一句就好安尼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甚至跟讲为众说功德，搁较济安尼。会记住咯，末法时机要会当用这本经来度众生，会发书，
功德应该是佫更加侪安尼吼。所以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就是诸佛如来秘密的大悲方便啊。所以这本经典叫做《秘密宗》，三世诸佛的秘密宗哈。所以呢，确顺众生道能作分，比如讲伊安尼。要好众生引导众生，你若会当共讲一句话，就讲经典一句话，就要互你做福啦，要甲你受益作福，吼、哦。所以为如来莲行啊，你今仔日会当讲妙莲经，要互你做福，干那独独福就有可能安尼，互你较紧做福安尼尔。安怎样吼？所以有那是如来莲说啦，妙法莲华经的这个经王，有那是唯有如来莲说尔。所以你会当知这个经的一句一句。拢总是五如来同体的大悲愿力，吼、哦，该加比掉咧，想看卖啊？所以我即马是有时阵替恁小寡烦恼啦吼，安怎烦恼呢？应该恁吼，即、這个法门无量誓愿行的中间啦，最好卖断。啊，有人加减一半个拢安尼听两遍啦，啊，都无来。我实是有那丢啊。有那不要紧啦，吼，有那不要紧，啊，你老延续是就好啦，啊，那最好卖无来安尼，啊，啊，有诶，甲伊电话中甲伊讲，伊还阁无要来，嘛有呢，事亲身甲讲诶，嘛无要来，嘛无法度，吼，啊，有诶来两遍，啊，阁两三遍无来，啊，阁来两遍，阁两三遍无来，到底他在干什么？伊毋知即本经诶思想就对哈。啊嘛，不是有讲过啊，头前有讲过吼，像下面这句，即嘛，这个是做一段，比如哈，有王若有恶人，依不善心，有一劫中，现无佛前相会麻佛，地罪上轻。若人依一恶人，哈、哦，即嘛来哈，哈、哦，非处在家，哈、哦。出家读诵法华经者，忌罪深重。即马即句话讲一下哈，伊讲若有迄个歹人吼，心怀不善的人，用迄个不善心，伫一劫中哦，一劫啊，吼、哦，现拢总出现伫佛前去灭佛安尼，灭佛啦，有人去灭佛，我你讲哦，迄囡仔若要去出家，爸母就去灭佛啦，去灭三宝啊。太太要修，因先生就去安尼侮辱，哈、哦，有诶呢，先生要修，啊太太伊就去心唔惯，啊就先煞骂因先生，搁对三宝啊骂过安尼，吼、哦，啊一个外国币，一个警察，因爸爸想要对咱出家，啊因这个囝唔着做警察啦，伊讲准啊准含因老爸谈判。迄、那个底层家开讲，爸爸你若输给我很舒善安尼，哈、哦，这个想嘛，嘛无多变啊讲，所以我才甲嘴讲一个哈，灭佛的人目前是真济啊，我阁甲你讲，谤经毁教法师还阁较济，你知无？哈、哦，经典甲讲个唔对，迄个谤经毁教，啊做一个论出来。啊，搁再讲着大乘非佛说来者，大乘非佛说最初在上面，在世亲讲着，因为伊接消行法，啊，到尾世亲和这个个无著该多开了，伊就要挂祭祀嘛。用安尼我实在是谤经毁教，所以无著较加讲，你用这个字来讲大乘，安尼较来补充迄个罪业，安尼到尾伊较无自善。所以那个大乘非佛说哦，最首先就是这个世亲讲的，以下足济论来在讲着，啊，到尾伊就真忏悔啊，忏悔了，他搁再重新弘扬大乘安尼。啊，即马就足济人因为无去研究经典咧，啊，即马就有那对一寡，哦，伫印度传过来中国，啊，就有人学安尼讲，啊，即马搁传过日本，日本也有人安尼讲安尼。所以一个唔对吼，啊一寡妄思、妄法思，啊就对安尼讲，吼、哦，这是有那真严重一个罪，啊所以这个世亲伊就突然迄个罪，突然迄个罪出来了后，啊他过来调心，重新调整家己的心理，他过来弘扬大乘安尼，
所以他做真侪论，因为伊有做一千部论以上，一千部叫做千论书安尼。吼、哦，这个那是话讲唔对了哈，话讲唔对，有那是上烧上个飞经放教，真侪讲安尼哦。所以伊即马进来在讲佛经，是上个毁灭佛德，伊个罪还佫轻啦吼。伊讲若要照讲，这个是重啦，我咧讲这个是重。唔过即马佛德讲这个是罪还佫轻。那有人呐吼，用一个恶言，这个非处吼，就是靠非的意思，用嘴非，用嘴非，用嘴诽谤，诽谤在家出家个头上发大经，这个人会做是真重安尼。伊讲你骂佛应该照讲是真重，唔过呢，伊佛陀讲不要紧，这阿个算轻哦，是叫诽谤，吼、哦。迄、那个在家出家去读法华经，迄、那个人，即、這个罪还阁较重安尼，心中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吼、哦，所以今来这就讲啥？下面这个解说就讲，吼、哦，处色秽者之罪，心无灭秽。比如讲，诽谤人去上法华经的人，伊的罪，佮比个灭秽较大呢。听吼，灭秽真大、哦。不过咱主要咧讲哦，较早当时吼，这个是话错话讲了吼。当朝有一个丹霞，这个丹霞禅师吼，伊到处去弘法，啊去行卡了，去住伫一个冬天落雪去住伫一个护士林，哈，啊住伫一个护士看迄个主持吼，逐日在那卖去做杂课、做杂课、做杂课安尼，我想这安尼唔是办法，而且有一天这个主持还未起来。啊！将伊就去甲伊摸迄个雕木雕的迄个佛像，落来就甲破甲一块一块安尼。啊，破甲一块一块吼，啊，就带点火倒。好，这主持起来一个要做那个看无佛啦，唔知走倒去啊，这找无佛安尼吼。啊，这么一个看，哇，单下底啊，用一堆叉底啊，去烧个行手安尼。好，这佛像，这个主持就气破破。安尼足受气在咧干咩？讲你会落地狱哦！我咧讲吼，咱凡夫无管，所以有时阵即种佛像吼要处理吼，真伤脑筋的代志。不过那是无歹意吼，本来应该无啥要紧，但是咱未使学丹霞。吼、哦，啊只丹霞，伊就讲，伊种即个佛像讲，你先那开始去烧佛像安尼，因为迄物质的啦吼、哦，你知影吼？伊讲我要找讲下里住有无啦？伊家爱家安尼小块个挖苦挖苦怎样吼？啊，这个主持就气泡泡讲，迄、那个菜哪有下里住？伊讲无下里住，无你个请一尊啊花行手，佫较有作用啊！听吼，迄就是买哈买个激励这个出家人的执着安尼。你卖家想对别类去哈？我那是依法开悟是较重点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对不对？金刚经有讲一句，不过应方便，即句日的动作，我那无什么唔对呢。我讲你就听有啊哈，即句日的动作无什么唔对，恁看到的动作无什么唔对，应方便，两方面会当交流，这点是上好安，哈、哦。不过是安尼啦吼，欲以实见我，以因先求我，是人行邪道。这句话恁来记哦，因为重要。今仔日那会当佛尊在世，吼、哦，啊，咱都会当先伫佛所念，这个是最好安尼。啊，那佛尊都无在世，这个法还佫伫咧，这个、法还佫伫，咱深入经中，从而来渐处我，这个是佫较好安尼。哈、哦，这个是搁较健康哦，这是事实的代志哈。因为经教内底会予咱依经而讲哦，亲像头前计讲的这句话哈，这句讲，迄、那个个妙法莲花经就是法界的影像嘛。这句话恁看好无？恁是来讲哦。从这本妙法的莲花经，恁有深入无？你真真正正会当证一心法界啊？会当开悟一心法界，这个是个重点。
吼、哦，这个是较重要哈、啊。还好啦吼、哦，我们还好。所以讲，为个讲到倒来哈，咱当然咱未使恶心去破佛像，未使。吼、哦，所以讲佛前相毁灭佛啦，咱当然未使。唔过你今仔日咯，伊讲恶人啊，是以不善之心动念，即句叫做离佛，离佛就讲灭佛得着。啊、哦，当时这个提婆达多灭佛嘛，对着地下噶，安怎样吼？恢复灭佛啦，甚至一劫，哈、哦，伊现出伊个动作，譬如讲你灭佛灭一劫，要惊死人个，唔得出世要来灭，哈、哦，要出世要来灭佛的，啊无那灭佛灭一劫，这是因如的话安呢？你若灭两句啊，你都食未消，几啊个灭到一劫，一劫怕你爱出世几一遍，哈、哦，啊你唔得达西出世特别灭佛呢？啊、哦，这是因如哈，伊讲这个罪哦，片面非处，哈、哦，数种脱时境界。譬如讲你片面，啊，看到 BQ 啦、BQ 你啦、优波色啦、优波仪，这叫做数种，哈、哦，伊的罪搁较重安尼。所以安尼你甲看，上经上法华经功德都遮大，啊，你讲骂讲这个人去读法华经，这个是安怎这个？哦，你得讲用个人生话讲讲，安尼即个做比你个灭佛较重，你灭佛灭一劫佫较重安尼。敢若用一句讲即个人计头发老计唔对，还是计个侮辱，较赢你计灭佛灭一劫安尼啊？安尼想看卖哈，即个相关。所以已经来到两依佛，不因为灭佛而有所动，因为佛得何能干灭也无所动，所以灭佛。也无良有相佛啦，你灭佛也未相着佛啦，佛都如如不动，你做你灭含也无相关啊嘛哈，唯有你个人得到苦报尔嘛，也无安怎，迄自然的因果哦。但是如果你那是读诽谤、读基本经的人呢，安尼你吼、哦、损害家己，佮损害伊安尼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就讲积祖孙，吼、哦，积祖孙啊，佮孙他，了解吼、哦。用可以呢，一言妨害无所行者，因为你有一句话尔，一句话唔对尔，你妨害到这个修行人做主利利他的功德，哈、哦。但是你若当用这本哈，请处经为三世诸佛之发心呐、啊，这本经就是显露三世一切佛的发心。这个唔是假讲伊的报。唔是假讲伊个报，唔是假讲伊个应化身啊！因为这本经是显露三世一切佛的化身，这本经是白纸黑字是无唔对，唔过白纸黑字内底显露一心法界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知影哈，哈、哦，所以一切佛的功德的父母就讲，你若会当上这本经，读这本经，说这本经，那么。这本经就是会当予你做你将来成佛，培养你的父母肖像，培养你成佛的父母。哈、哦，所以你个非这本经甲非读经的人，就是非有一切佛的功德经济啊，安尼绝对袂使这。所以咱大家爱尊重这本经法，安了解吼、哦。所以伊的罪吼、哦、真重，比重加比灭佛灭一劫更加重安尼。好、哦，安想看卖。哈、哦，了解哈、哦，这些讲安尼啊。下面佛陀较佫讲一句话：药王若有徒相发化境者，哈、哦，当地世人以佛庄严而住庄严，即为如来见所而担。哈、哦，譬如讲下面讲，如果若有人去读这本发化境的人，即对迄个人就对。那么咱今日应该知影，这个人就是以佛的庄严来给庄严安尼，佛的庄严来给庄严。啊，佛的庄严是甚物？佛的庄严呐，以外相来讲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行好、无量功德相。所以佛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行好、到无量功德相来给庄严，这个徒相经典这个人，不但是徒相经典，给庄严这个徒相经典的人。甚至佛陀要切欠你金甲头要打如来加入安，就是等于要甲何伊受法龙主，要甲这个人何伊做法龙主，将来通过继承佛陀
来担如来加业，安尼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先来在讲，扑向处境者之庄严，无复肖像安尼。啊、哦，那么这个甚至个会当替如来的加业而担蒙福加庇之意安尼。哦，就是讲佛陀就是这个担要担，担什么担？打这个三宝世界大众生的大慈悲心，救大众生的这个担担呢？啊，但是绝对要担起来，唔是要害担家安尼担，要平平转，皆担袂起的。绝对要害担家真安然自在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哈？即马来下面，基数四方，应随向内，一心合掌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。花香璎珞、蜜香、稻香、烧香、正在同款衣服，哈、哦，熬砖作主机啊，人中上强而强用之，应持天宝以而以善之，天上珠宝应以奉献啊！呢，今麦下面哈，伊所教的所在，这个叫做基所之方，哈、哦。其所自方，譬如讲，即马即个其实讲，要何以担如来加业？即个担如来的加业，即个人哈，即个人哦，哈，伊，咱也是知影的。无论你迄个人够对，就是讲头前这六种有徒相也好啦，有缘解说也好，受持妙法莲经也好啦，咱拢总一定要一心合掌，该恭敬甲供养安尼。佛陀就交代安尼嘛，吼、哦，看到的人都爱甲供养，甚至爱真虔诚的心来合掌，吼、哦，但是爱该尊重赞叹，吼、哦，甚至用花、用香、用璎珞、用蜜香，吼、哦，啊，甲用稻香、烧香、净戒、同款三颗，啊，甲真好食的这个物件，这个熬砖就是菜饭就对，真好食的菜饭。该供养，按、啊、了解吼，甚至呢，佮用到这个机甲，唱到迄个真好的听，的音声互伊听呢。哦，但是呢，物件是啥？就人中上强，而强就讲咱世间人最好的物件去甲供养呢。世间最好的物件甲供养，吼、哦，应该用到天宝，甚至天上的人，有哪爱用天宝来解？山该一山，来该亚多也神上人，好天上的这个珠宝，拢总爱献好伊较对安尼。哦，这是讲安尼，所以进来底咧，吼、哦、下面这个解就讲，处世上是经，普修赞叹，人天应该爱甲供养，唔是人爱供养，连天人都爱甲供养安尼。好、哦，阿卡伊即马来甲讲吼，我即马要求在天上的人相交。那是真真正正亲近佛陀，安尼有够这个水准。像在诸天的天人，较紧帮忙相教，吼、哦，来现这个大慈弥勒的菩萨道场，较紧哦现出来。我求在天上天人安尼，吼、哦，当时来供养这类弥勒佛，当时来供养这弥勒佛，较紧和这个道场，较紧来当现出来，有一切魔难，较紧。较紧同齐，恁会用恁的神通力来化解这个阻碍，和较紧会当浮现，迄、那个大珠宝殿浮现起来。我求在天前，哈、哦，好、哦，对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。那是相较有够这个家，恁就较紧帮忙这个工作，较紧起来安尼，哈、哦。来下面，哈、啊。所以食好，使人欢喜说法，殊如文字。即得究竟安怎得到三藐三菩提果？伊即嘛唔得讲佛陀要何伊头前就讲要何阿耽如来加业嘛？啊，因阿耽如来加业就讲，即嘛即个就是讲说法《法华经》的人，即、这个人佛陀要何伊阿耽如来加业？因为即个人就是欢喜说法的人安尼，伊无要自修，伊无要注重自修。以注重三宝世界说经来度一切众生，欢喜说了量，哈、哦、啊！诸佛所有众生拢总定定会听到，啊！在众生听到后，啊，用说法的人说法也好，在人
究竟就对当成就无上正等觉安尼，哈、哦，就讲说法的人爱当真根成佛，听法的人爱当真根成佛安尼。好、哦，这个也安尼讲哈，所以这个就解说脱相时间甲说法离相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即马搁再定一句哈，恁若是按遮道场内底有排的，即马全省各道场拢有计上法华经啊，各道场咱家己的道场哈，拢有计上法华经啊。每个月上届无得排一工落去上嘛，安怎样吼，拢有排落啊，哈、哦。伊讲赞叹即个上脱相即本法华经啊，啊甲说法华经个利益众生，会当脱相即个法华经。啊！甲说法华经来利益众生，吼、哦，令书闻者，和这个听到法华经的人，亲近就会当定上无上正定正觉，以这个究竟觉安尼，真紧哦！说法的人那真紧，啊，听法华经的人也真紧安尼。这个就是啥？人法师，人法师就讲在世间为人法师。说法华经度众生的这个法师，应该受大众所尊重，安尼受天人所尊重。哈、哦，你甲想讲地色天主加讲金刚经，迄天人都连无拜地色天主，连这个讲台伊都拜啊，知无？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，所以今仔日咱加讲金刚经，伊进来在讲，这个人一个人法师啊，人法师应该受到人天所尊敬安尼。所尊重，好、哦，安尼个想法，因为这经王啊，要讲法华经的人应该无偌济人，哈、哦，世间的这个菩萨要讲法华经的人应该无偌济人。怎么来一边哈？逆时世尊欲重选出二二说偈言，欲用诸佛德，成就诸缘地，哈、哦，相当亲供养。受持法华者，哦，既有欲一得，一切种智慧，哦，当受持时经，并供养持者呢。话白白哈，对哈，安尼听敢听有？有哈，真白哈。伊讲世尊即摆来，定要讲一个头前讲个这句，伊皆讲安尼哈。二说纪言哈，伊即马用即个头前话，伊搁再重新讲纪言，欲欲诸佛道。譬如讲，你若要较紧成佛安尼，注意即句话就讲，佛弟子若要较紧成佛，啊要较紧成佛，你著爱下当成就自然地，自然地无私地。恁会记即句话，佛陀的金刚就讲着嘛哈。即个自然地讲，唔免用功。自然生的一切种地安尼，因为阿表叫一切种地嘛哈。自然生出一切种地，因为咱有讲过一切的底下根本地的这个无生因地，一切种地的现分别地，这个就是佛的水准，叫做一切种地。安怎样？啊，这个自然地讲，你唔免恶，以自然生。如果你若要较紧成佛，啊，要成就自然地，你。大家注意记得哈，应该供养受持法华的人安尼，应该供养。恁若来去供养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，恁真紧就成就自然地，啊，佫真紧成佛安尼。即句话是安尼讲哈，袂使无供养真，因为恁得到这个功德，就会当真紧得到自然地，啊，佮一切种智慧安尼，哈。不不，道非道种非，一切地一切种地，对不对？一切种地就台湾境地嘛。这一切种地就是根，迄、那个善分别地。善分别地的究竟，这个善分别地的富的究竟地，也就是台湾境地。所以这句话就讲安尼，你若要较紧成就，亲像佛陀迄个水准的一切种地，恁一定爱勤供养，迄、那个受持法华者呢？好、哦，安尼功德是真大啦，哈、哦，真大。所以，这个一切种地的受持，哈、哦，当受持时经，并供养持者呢。您应该，大家一定要受持这本法华经，并且要供养这个受持者。
哈、哦，这个话是叫讲安尼哈，佛陀讲的哈，最熟悉的，但是自然地是就是任温而得，因为这个自然地不是恶，是家己的自性地，自性地就是啥货呢？你家己的这自然流露，因为自性流露就是三明四地五感六通，迄、那个叫做自然地，安、啊、了解哈？亲像八地以上的这个菩萨，念念任温。哦，以前来这是叫讲八地菩萨，以上较有到这个自然地的水准啦，哈、哦，就是人文流入法界海安尼，智慧海，就是智慧的显露，迄、那个叫做自然地安尼，哈、哦，唔是恶啦。所以欲诸佛道，就是以成自然地，应当勤供养，处受持法化的人，戒令供养处人法师，就是一定要去供养。说法华经的这个世间法师安尼，为人说法这个法师安尼，安了解吼，安尼就真紧啦，真紧成分。吼，阿咱在家中，那是阿个未当说法华经，你就爱去家己来去读诵安尼。安了解吼，吼，现在这就是讲依法供养有法者，吼，就讲即令即为令依法供养有法，譬如讲今仔日。可以用法来供养人，我用法去供养人，你敢听有？法供养嘛吼，因为报喜的中间吼，所以我有尊称诸位是未来佛，对吼。但是今仔日我以过去世佛所说的这个法华经，甲现在佛所说的法华经，我来为法华经来演说，就是等于供养过去佛，甲供养现在佛。啊，但是呢，真啊有因缘听到，这人拢会真紧兴奋。啊，所以等于我那个重用注意，所以我唔卡卡注意讲注意未来佛，吼、哦，应该这个是百分之百，除非你有搁再大唔掉去对落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大唔掉对落呢，唔过来你未当往生到处净土安尼来甲讲哦，到莲华三昧，弥勒菩萨有那救你出来护莲华三昧。吼、哦，这个我都有甲注意讲过啊，迄、那个。弥勒菩萨的迄个《陀罗尼经》，《弥勒陀罗尼经》内底有几句话讲出来，即我已经有甲注意讲过，所以唔通去做唔到累，吼、哦、累即段中间是加苦的，啊到另外三昧有哪会当出来，佛陀弥勒佛陀有哪会救你出来，吼、哦、不过即马是安尼哈，应该咱注意袂唔到啊，绝对袂去错误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即内底甲讲会当重用即个人法师。会当供养法，吼、哦，依法来供养法，就是依法来法施众生安尼，安了解吼、哦。所以一切地就是佛的，即马内底吼，伊即句话有一点啊，迄落啦吼。因为真内底有一切种地甲一切地，应该这两项分别了好。一切地就是根本地，就是迄个无生忍。一切种地的究竟地，即、这个有分有无共？所以伊即句话吼。小可有出入一点安尼，哈、哦！一切地就是佛的究竟地，应该唔对，哈、哦！一切种地，它是佛的根本地安尼，好、哦，安怎样哈？所以一切种地，它是无上正定正觉。但是如果你若要真紧，迄即个讲真紧的意思，定上无上正定正觉哦。当你若想讲我要将来较紧成佛安尼，应当，哈、哦！诸位啦哈，进行六种这人法师，譬如讲今仔日，你较紧受持、读诵、书写，啊，这个重点就是这为人演说安尼，哦，这点是更加重要了哈，会记真啦，这点更加重要，为人演说这个更加重要，安了解，但是一定要有那家己，今仔日你若无读诵，你就袂当了解这本经的法义到底重点伫倒一只。啊！你若讲，我都人佛陀都讲书写。啊！你若书写，有那三脉，这三脉，所以我唔较鼓励诸位，你若用吼，啊！你用毛笔来训练，安怎样吼？来训练安尼。啊！你的囡仔吼，若要有智慧，我先煞甲恁讲一个，叫你的囡仔来写心经，叫囡仔来写《法界菩提道心经》，迄、那个囡仔智慧去开学真紧安尼。安怎样吼？你就甲讲讲，你加干嘛写？啊！你都做爸母人甲鼓励，还是讲阿妈甲鼓励孙啊？啊，来来，恁来写，吼、哦，就是一边毛笔，你叫用圆珠笔来写嘛好啊。
啊写写你家己甲烧掉就好。啊看写规定要观音安尼嘛，啊伊智慧就开发起来。发这波罗蜜多心经哦，智慧开发足强，安怎哦？啊咱今仔日那是雷声灭火莲花经，你甲看功德遮大。哦，啊来遮读诵，啊但是你若用，卖放荡，啊卖去看电视，你着用着起来，啊捌无歪，小开雷二雷二。好、哦、啊了解齁、哦。这么来齁、啊。应当进行六种齁的人人法师并且共用一切人法师安尼齁。算法度众生的法师。搁再来有上两字来给他看啦齁、哦。那么这凡是会当修持这本法华经甲共用修持这个受持这本经的人，你本身受持，啊，搁再下当供养受持的人，当然下当决定伊渐灵成就自然地，啊，搁再证一切种地安尼，啊、哦，安尼比较这本经吼、哦，较急速成佛，看这本经，读这本经，受持这本经，较紧成佛安尼，哈、哦。啊，了解吼、哦，来下面这段，今麦来277页，啊，注意看哈，无开讲金王，哦，啊开讲祝福的秘密装，就是这部《妙法经》有个特性嘛，哈、哦，后来。若有灵受持《妙法莲华经》者，当知佛所述，名念诸众生。哦，诸有灵受持《妙法莲华经》者，下无清净土，名将故生处。哦，当知如是人，自在所欲生，令无处恶事，广说无上法。这个重新搁再交代，伊讲如果会当受持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的人，吼、哦，就是佛德所解切数的。啊，那照讲咱诸位吼，应该是离不归佛德切数安尼。吼、哦，就是切数这么来吼，就是因为伊这个人有慈悲心，皆悯念在众生对了五浊恶世。第五十恶世众生，佮对着六道轮回安尼，吼、哦，诸有灵受持《妙法莲华经》者，吼、哦，在有皆受持《妙法莲华经》的人哦，伊下去清净土，伊就是无爱去清净国土哩，就是去天上土，去天上的倒数落去，我那是为着要了解如开四地论安尼，对吼，迄个是唯识的专论。啊！你如开始地论，就是要净化这个烦恼。伊本论是安尼哦，伊十七地，本来最后迄地就菩萨地哦。菩萨地内底就是弥勒分，现时的弥勒菩萨，底下甲诸天人说的，就是要让断烦恼，断烦恼，甲现出三明四谛五蕴六通。啊！你哪会当真正断烦恼，现出三明四谛五蕴六通，菩萨道去行真好行。啊！今仔日咱唔是要去净土，讲要来遐迄、那个所在都多好个世界，啊！咱来遐就袂去做罪，啊！遐拢善人。啊！你时间非常长啊，吼、哦！都我有甲恁讲过，迄、那个西方净土一日，咱才多一劫。啊！你看去迄个所在，你要先去看何时、何月、何日。啊，所以咱即个即当即个所在，虽然即个伫第十劫的即个境界，吼、哦，到人修五万六千就来啊，真紧就到啊，真紧就到了，你就会当吼、哦、对弥勒菩萨演真宗，就是佛宗。佛宗若要甲讲呢，就是即个《妙法莲华经》的即个经头啊呢。啊，即马咱来迄个世界内底，真紧就到啊，真紧啊，急速的，真急速。唔免讲去他方嘅净土，安尼等甲唔知何年何日，安尼何年何月，
吼、哦，你就讲我要来度众生，到何年何月开始来遮，转来这个故乡度众生。啊，咱都不如在这个所在度众生。所以今来底他讲，以下去净土，啊，就是悯念众生，所以不时都要生多些呢。伊无要去台湾的净土。啊，所以我甲恁讲安尼，应该我并无离开佛道，诶，这个实际的大乘菩萨法啦。我甲恁讲，唔免到去别个所在，淡家就好啊。哦，这不是伫这个庙，伫这个个迄、那个北关斋个，都不是去鼓励大家。哦，这个对，这个佛陀的意思嘛是安尼啊。哦，伊即卖较讲安尼，伊就是悯念众生，所以不是的伫这个所在出生入死嘛。这句话拄下伫迄个上生经的第八页，不为生死。我讲你个唔知有想到无？敢无？不累生死，求生道术的人，好、哦、安托修行嘛。所以伊即马佛陀较讲安尼，因为伊，吼、哦、佛陀讲我知影这个人哦，伊自在所欲生，伊因为伊真自在，我特别不是要人间净土人间，我不是特别占这个所在人间就好啊。好、哦，伊也真自在啊，就是有愿力自在，在处世界广度众生安尼，这意思是安尼哈。所以。伊会当伫即个恶世讲说无相法，哈、哦！伊都家己真自然，啊！同我要担遮就担遮，啊！我担即个世界内底，我就是要演迄个啥无相正定正觉的即个法义安尼。哦，即安尼讲，应该做得了解即个师父的心理哈、哦，应该含佛陀去讲的即个无两样。哦，不求生他净土，啊，人往生了。我都有甲恁讲过，我来去弥勒菩萨拜一个，未来佛一个，啊，我随过来安尼。啊，恁的子孙啊，我特别甲多啊，对哈。啊，但是唔是我安尼尔，我嘛是讲注意吼，恁若假使讲啊，佫无迄个水准，通佫随来，莲花三昧来了后，开化眼地，开化眼地，弥勒佛就甲恁受记托佛了嘛。啊，你个惊啥？啊，若甲你受记了，你就不断啊。但这个娑婆世界，因为娑婆世界有一千个，有一亿个须弥山，有一亿个南瞻部首。你倒数什么时阵你要弘法利生嘛，真简单啦、啊。好、哦，这意思的应该是无什么错哦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这个大菩萨精神就讲，我无要求生同净土，所以我嘛无鼓励恁啦，听好无？啊！我搁在伫迄个净土，有往生净土，我有哪有条理？恁要求生西方净土的人，恁一定爱信愿行，最无恁来安尼。啊！是搁在上界无恁来一心不乱，啊！搁在无恁爱发菩提心，让迄个世界较要接你，甲调理又好，哈、哦！啊！唔过咱都大家都好啊。啊！唔过有一挂人都受着法师影响，啊！就讲要对遐，啊！要遐搁讲了无水准。在啥物乱讲一场，安尼讲讲个五四三无对个，啊来当无将军，或是迄个净土有往生净土，我就要调厉害人安尼。我安怎样吼？吼、哦，怎么来哈、啊？下面这个主角就讲自在所欲生，哈、哦，这个自在所欲生就讲我自自在在，我要来这个世间，就是因为伊有慈悲本愿安尼，悲悯的本愿，看到这个五浊恶世众生哦，真乐的乐。啊，搁在弯果难雕难学，这真正难雕难学，我无骗人咯吼。卖讲别人啦，就是家己有一个心理哦，无健全，要甲调整过来，就真歹调整啊。这属实的代志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因为自卑心嘛，所以实现来这个世间不断的受伤啊呢，不断出事啦哈、哦。所以由这个唔是由业报哦，非由业报，自生恶世，唔是安尼啊。啊、哦！但是再有一人极多人领受持书经，譬如讲有一个人，还是讲有真侪人会当受持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这个就是以法宝来流通世间，所以一定爱一直讲讲，叫众生来受持这个《法华经》啊、哦，和这个世间的这个众生拢会当流通这本《法华经》，啊，会当受持这个《法华经》，啊，佮上盖好会愈济法师。来讲这本《法华经》，
唔过无几个。所以来底较讲安尼哈，啊，这个就是讲会当以法宝流通世间，所以这个经来底叫做法宝啦哈，经的法宝。啊，所以减一切恶，啊，自然净一切善。譬如讲，你今仔日来当，会当引导众生，哈、哦，来按教主来经教来修，啊，这样有众生有要修，啊，就恶就减少安尼。啊，不过那是我丢了哈，是我丢。因为即马下书说的话如行河沙数啊，天啊唔通对唔着法师哈，所以并且会当成就了哈，成一切善了，并且会当成就一切出世善根较对哦。啊了解哈，会当成就出世善根，当然就是讲将来你一定要行这个菩萨三诸戒，立如意戒、立善戒、立一切众生戒呢。今仔日你那是有读上过法华经。你白日就会讲道众生安尼，这个叫做立一切众生界，好、哦，这是菩萨三诸界，所以这个就佛正思想自然的行无世间，伊就袂登去。所以我今麦甲注意讲，头前已经有讲过啊，您绝对唔通去教阿罗汉道的人文化，佛陀无认定迄款独善其身的人，哦，做地主啊，所以你唔通去教迄个思想人文化，你可能会互伊误差去。因为大乘佛教要成就佛道，一定要广度众生，绝对袂使求咧家己解脱道，那安尼是绝对唔对。吼、哦，迄个头前有讲过，佛道都无要认定，所以你唔通乌白白问法师，讲我着安怎修才对，伊着甲你牵牵一大堆迄、那个阁无正常的话，你来注意这点哈。吼、哦，下面应以天香花及天宝以方。天上妙珠宝共用刷了只，看咧哈，这有看到哈。我别后恶势，令其是境界，当合掌礼敬如共用世尊。哈、哦，上尊降甘美，及种种以后共用是佛祖，积德殊如门。哈、哦，若灵武后世受其是境界，我肯在人中行无如来殊。这么下面哈，伊这么搁再甲玉皇菩萨讲，讲应该吼爱用着天的香花，这个等于天露散花，哦，以及天的宝仪方，啊，甲天上的妙珠宝来供养这个说法呢，说妙法莲华经的人，你甲想讲佛陀话重视这种，这个说妙法莲华经的人，安尼看就知影，吼、哦。伊讲我灭度了这个恶世，是叫这个歹世间会当持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的人，应该受大众该合掌礼敬较对，会当受持哦，吼、哦，亲像个供养世尊安尼，吼、哦，用上好上甘美的，啊个以及种种的衫裤来供养佛经，佛陀是咱的三界三摄。而且三界道师四圣诸佛嘛吼，所以咱今仔日拢拢是佛经，安怎样吼？所以这个思路中间，咱拢一定爱听闻，听闻这本了。如果下当的后世受持这本经的人，我绝对要甲切恳，切恳这个人在这个人间中，吼、哦、世间中，吼、哦，可以去做如来的工作安尼。所以这个工作等于头前给讲迄个六种的工作：修持、读诵、哦、书写、为人说安尼。吼、哦，佛陀要甲切开这几种人，可以伫人间中去做如来的工作。所以今麦会记住，注意你较紧变现，看有这个本事出来无？啊，今仔日头前这句吼，供养说了只，所以恁注意会记住，不要轻视。哈、哦，因为一定要遵书重法，啊，搁在重视这个书的说法啦，经的这个书安尼，这个我唔是去跟恁讨什么哈，你唔通误会，因为敬意一定要有，听好不？啊，敬意有对讲，你今仔好好的用功来了解这本法啦经的经义，通好将来替咱如来打家业来讲道众生，这点是最大的敬意，弥勒尊好啊，安在。